我需要在你旁边吗？我感觉很怪。我不知道，奇怪。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就是参加牛牛的 Baby Shower。然后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牛牛要叫牛牛，因为今年是牛年。然后没有意外的话，好想哭哦。还有啊。没有意外的话，它其实会是金牛座，所以简单又随意的小名就此诞生。前置的作业是吗？妈妈今天很辛苦，妈妈真的很辛苦。如果小朋友以后不孝顺你，我就揍死他。我撕皮。我先去出发，先出发。细两条。但其实我们已经预约下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间，今天跟妈妈说，叫你妈妈了耶。很奇怪哦。麻烦那个接枝帮我留着，我之后要裱框。真的要裱框吗？我真的要裱框啊！你是真的要裱框？我是真的要裱框啊！大家看到接枝影片的时候，可以问我有没有裱框。你裱框在干嘛？你现在应该还是对你不想做这个纪念品感到很疑惑。我长大电运棒哇怎样他长这样然后长大结婚之后我这样我就赶快送给他哇塞哇塞太可爱了我以为我还给你钱你这么开心好歹也是你拍出来的东西因为我太靠近我有点压迫干嘛啊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真的，我谁也不知道你是我。谢谢你。2020年其实是我人生面临很巨变的时刻，我跟理由竟然决定要生小孩的，没有错。然后我头真的也洗下去了。其实我很担心，忙碌的我变得很焦虑。很谢谢你们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带给我们很多的欢笑，也愿意把我跟理由当作朋友。我当爸爸，真的。什么？这超怎么会超前我了？那我们还在努力中。对啊，我有一段英文，我想要请你帮我翻译。I'm going to be a father。是你吗？是我。他是要去抱他的对呀他怀疑为什么要抱我我能不能不能喝酒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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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想说我要拍一下他打开的反应好了那我要请那个于佳怡打开礼物咯真的礼物是给我们的吗？真的假的？有啦！你说真的假的？看一下，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嘛，是不是两条啊？是两条啊！对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又快跑出来！上个礼拜。恭喜！恭喜！恭喜！
而且嘟嘟刚还先翻白眼，然后再吓一跳。好哦，好哦，别让我成腰酸痛，有结果了。因为这礼拜天，这礼拜六他生日啊，所以我想说，那今天刚好有朋友在。什么东西？哎，牛妈有没有觉得很眼熟？没有，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还跟他说，如果想要再制造下一波高潮，萨卡就说，哎，其实我也是，其实我也有。然后他就说没有，更高潮的是他说，哦，也说我也是。我也有一个。你那个故事讲的还是勇敢了。对，哎，那你们不知道，我也叫，也讲，啊，讲一下，有感而发，他自己想说，终于有了配合。欧耶，我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一招啊，我昨天也对他们两个用，然后嘟嘟给我翻白眼。哎，好啦，你去抱他们一下啦，哦，这个比两百万还多。你又知道是弟弟？我也不知道。这个家伙好大，大家呆。哎呀，这鬼在呆。当然，我想要谢谢你哦，很谢谢你是神队友，我最快。怀孕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两个都很慌张跟害怕。因为我那时候在工作室坐在沙发等他下班，然后他突然就传讯息给我，然后这么近要传什么？然后就传影片给我。什么呢？我今天去改影的。可以吗？可以。我求我的小孩可以平安长大。你怎么知道还没？是啊。哎呦！啊，你开心吗？要做阿妈了，又要做阿妈，又要做。恭喜你们再次。第几次？第五次。但是这个应该比较开心啊，等很久。对，应该是六人成团。对，你们先知道，你们先知道，还不能说，你们还不能说。我的计划，然后请我妈跟我爸爸一起帮我看个东西，超音波的影片给我爸妈看。到林村啊？几个月吧？两个月吧。快两个月。没林孙啊，好高兴啊，好贵，恭喜啊，我好高兴啊，自己要保护好哦。好，你要吃什么？我爸爸可以买，我爸爸可以帮你买，等一下这个固定要去产检。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做第一次的正式产检，希望可以平安健康，对健康。产检完了，但不是我了。今天照的超音波，他说现在有1公分这样，对，但是还是小小的。就在照超音波的时候，听到他的心跳声的时候，我心里有点悸动，有点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说有一闪一闪的，就是他的心在跳，就是好像对。今天等这么久值得的啦，我们等了2个多小时。先顺利长大，先让他顺利长大就好。健康平安，希望你平安。今天是来第几周的产检？第10周。而且做了哪些检查？只记得我抽了3管血。还有验尿，还有验尿，然后加超音波。这边是头，这边是屁股，看得出来吧？看得出来。然后我两个看超音波，还一直怀疑，这么大吗？我们一开始以为它9公分，然后我们一直比着，想说，现在塞得到肚子里吗？怎么可能？3公分。哦，3公分。3公分。嗯。希望小朋友健健康康。想太多，却是最认真面对怀孕这件事情的人。包含牛牛的超音波照片，我肚子的照片，全部都是在你手机里面。我的手机仍然只有工作的查看照。每次有人问我说很想看你小朋友的照片的时候，我总是很心虚的说我没有，哎，都在李欧那边。包含光复幼崽也是你揪的，对，光复幼崽。No, not at all. Deadpan. 特斯拉界的特斯拉，哎，我们给他做不好吗？我们买不起特斯拉，只好让他做婴儿界的特斯拉。但有可能一台特斯拉会死。真的假的？我不知道。5880就可以做到婴儿车界的特斯拉。是听的吗？因为没有一个婴儿级的特斯拉出现手上。东西到底是不是跟我们买的是一样的？那如果送错，我们这也是没辙哦，没有办法。你没装在这里啊？我没装的。那自己装是不是？自己装。不是，这样自己装，要修我，还有几个人自己。我不知道。你什么？月子中心也是你找的，还看了妊娠霜的推荐文。来星光三月干嘛？买包包。是买包包吗？不是买包包。不是，哎，今天要来买，猜猜看是什么？波纹霜啊。对。买哦。谢老板。是这样子吗？谢老板。你有学怎么擦吗？没有。它不是，不是你要学的吗？有种痛痛爽爽的感觉。几乎每天帮我擦肚子，也会跟小孩对话，说叫以后要好好孝顺妈妈。今天是4月21号，那生产前一天，就是你好做一个梦，我梦到你的肚皮上出现那个小孩的脸，那感觉就像什么叫，就是那个闯关的时候用保鲜膜要冲破，新郎要冲破保鲜膜那样，但是我看到他是在笑的，然后他一直在笑，然后一直在肚子这边这个地方，非常的可爱，我想要，我也是。
say hello。而且就算我怀孕变胖了，还是我觉得我很漂亮、很可爱，给我十足的信心，让我当一个很快乐的小胖子。大概还有600集就完了，最后一段了。你会有一个心思细腻却不会管作业的爸爸，你会有一个对于很多事情很冷淡无感却是处事很严格的妈妈，也祝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的相处方式。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希望你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我们要来公布性别了，准备好了，我倒数3、2、1，大家一起开哦！3、2、1，是女生，是女生，我女生嘛，女生对不对？这是女生。为了验证，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医生写的卡片里面是不是写女生，好不好？是女生，超开心的耶！牛吗？果然生三胎的比较厉害，生三胎的比较厉害。我们要进行接下来的游泳活动，预测队的我们会有奖品，但我们奖品呢，用飞镖来决定。飞镖，飞吗？没有，你中了，我射到你了。我怎么一直都投到你？没有没有，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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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捐出来，再射一次。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捐出来？捐出来。那我让你射一标。如果你想要美眉的话，是射这个。往上面射，往上面。你要射上面。我觉得我来好了。哎、欸，他抽到牛马哎、欸！抽到牛马，生三胎的。三胎也捐出来吧。捐出来，那我问你，问你啊，问你。谢谢你很有种的选择我当妈妈，在这一个充满不安与压力的环境下诞生。除了前3个月的不稳定，整个孕期其实我没有任何的不适。有时候坐产的时候还是会横冲直撞的，忘记你的存在，好像也没有和你好好的说说话，只会在工作之前心里交流，希望你今天好好加油，我们一起把婚礼完成。而你总是也很听话的配合。我是真的很幸运，我是10月22号一模一样的黑上白。现在这位眼前的爸爸打扮得如此帅气，我们要去哪边？我要去跟我前世情人见面。请问这位待会要去生产的妈妈现在心情如何？非常的饿，然后非常的渴，现在很想要喝。
成多杯的冰水，然后我现在长得跟鬼一样。可恶！不会啦，就是漂亮妈咪啊！那祝今天一切顺彩。今天房间很不错的。请问这位妈妈，你是在自拍吗？自拍是我爸妈偷拍的。并且你要这样拿着拍是吗？对，这小朋友会在我前面。来到医院了，现在心情如何？现在心情会变得复杂，紧张的心情，因为等一下我要先面临打两包面巾。你最害怕的针头？你的心情？既期待又紧张。进去再说喽。现在的痛不是生产的痛哦，现在的痛刚刚点滴要插针头失败了。你现在这个是苦笑哎，插第二针还是没进去。重点是等一下扎第三针。眼神死。不行，你第三次终于成功了。那你说第三次再不成功你就要回家了。我就要回家了，我不生了。那成功的啊，现在可以去点滴了。有幻想过你是男生会在家里大肆的捣蛋让怕吵的我崩溃，也想过你是女生让这个家会多了一个女性跟我争宠。对于你的出现我还是依旧很惶恐，但是我会像你一样很有勇气的面对这些未知的挑战。谢谢。怎么那么可怜？你紧张吗？我好像也有点紧张，但如果老宝宝打起来他会离我很近耶，拜拜的。而且我跟他填护理师他们要听真奶，我觉得好心动。请问结束后可以喝真奶吗？可以可以。我现在有眼神很涣散。你开始打舌头。已经跑了吗？已经跑了，头都出来了。好神奇哦。你为什么用惊恐的方式在抱小孩？呈现一个傻眼的状态，对，给你面子嘛。你是幼师，究竟是否能顺利打嗝呢？他刚刚咕噜咕噜的，我不知道是不是。The platter. Only.
When you hold my hand, I understand the magic that you do. You're my dream come true, my one and only有段时间我常常吃你妈妈的醋，因为她总是可以多得到一些你的依赖。直到近期，每当我戴上口罩准备要出门的时候，你就会三步并两步的爬过来，紧紧的抓着我。第一次觉得被这样强烈的需求时，反而还很享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今天是你的一岁生日派对，爸爸妈妈希望你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未来我们胡闹爸妈也要请你多多指教。又再来爬过聪明门，一定有限，我们就这样子吧。来踩米糊，时间有限，就我们一起吧。后半场吧，哪一个？喜欢哪一个？是谢振武正义法学，正义法学，来第二个，第二个，差点送走，好，第二个是我啦，第三个，第三个是罗兰，有中两个的举手，啊，三位出来玩，我要请你们那个 PK 一下，今年是我们结婚七周年，是羊毛滚，所以恭喜两位，获得到了羊毛毡。